想必大家近日都被下面张图刷爆了朋友圈吧。王思聪带着他们家的狗乘坐私人飞机回北京避雨，看完后小编了解一下，发现王可可并非住在王思聪家中，而是和某人定居在上海。于是小编找到了这个赵子毅的微博，并在他微博上发现了大量和王可可相处的照片，不难看出就是他在照看王思聪的女儿王可可了。而赵子毅是王思聪的第六任女朋友。据悉，前段时间王思聪带豆豆回母校，同学聚会上除了豆豆还有赵子毅。要是赵子毅对王思聪还是余情未了，不知道能否通过这样的机会跟王思聪旧情复燃，重新上位。